批媒体法院外守候，等的就是南韩总统尹锡悦岳母崔恩顺，他涉嫌伪造文书出庭。77岁的崔恩顺露脸面对追问，一句未答。他被指控2013年购买土地造假高达新台币8.3亿元的存款文件。崔恩顺씨의항소심에서원심과같이징역1년을선고하고법정구속했습니다최씨는선고후돈을벌려고그런것이아니라며억울함을호소하다실신하기도했습니다现任总统岳母遭当庭拘捕，可说是创下南韩宪政史上第一例。崔恩顺愤怒大喊冤枉，法庭哭到瘫软，还说不惜在上帝面前自尽。윤석열대통령이당시후보대통령후보당시에는그처가문제특히대통령의그당시후보의장모에대한문제의혹이나왔을때분명히본인의그런부분들에대해서는아무문제가없다라고이야기를계속하셨습니다尹锡悦妻子一家屡次被举发不法，光是岳母就不止一起，曾因盗领国家保险补贴遭判刑，大舅子也因炒地皮争议产生。공공지구특혜의혹은윤대통령의처가회사가350세대규모의아파트를짓고800억원상당의매출을올렸지만개발부담금을전혀납부하지않으면서弊案连连，甚至也被质疑高速公路路线规划刻意经过尹锡悦岳母一家的土地。多起丑闻让尹锡悦近期民调负面评价高达58%，比上周增加1个百分点。TVBS 新闻怎么不到？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